超地狱铁牌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除了有走过来送的匿名打野之外，还有飞来飞去的蟾蜍，我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操作也变得像铁牌。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，蟾蜍竟然还可以把队友给害死。但是刚下完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没关系，这边就为大家展示我全部的实力，准备秒杀铁牌 ADC。哎，你反应这么快吗？哎，我要秀，靠，棒！